黑碟唱片行。大家好，我是唱片行的老板娘夜光奶奶。今天我的工读生有三位，而且他们刚刚怎么感觉招呼这么的没有精神，对不对？飞碟唱片行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说那个音量很大，对，它是一个小声音的，有精神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欢迎光临飞碟唱片行。哎，好像很不错，很棒。好的，今天我的工读生有三位，太难得了，因为平常我都只有一位工读生，可我今天竟然有三位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三位一样还是开心啊，就是你们偷懒部分可以比较多，对对对，但是秒数还是一样。哦，好吧，就是我们对，我们刚才聊什么？这叫尬聊，对，尬聊。那我要让他们先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尬五人，我是全新，我是云安，我是谦哥。好的，那你们今天来打工，对不对？我们平常打工呢，想要增加自己的秒数，就是增加这个金钱的部分呢，我们就是要来做快问快答。好，那快问快答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不恐怖。真的吗？我最近真的是已经算是还蛮……因为其实我们很喜欢看那种一些频道，他们做快问快答的一些。但是快问快答都跟你的专辑很有关系。真的吗？所以一定答得出来，一定答出来，除非你都没有投入在这张专辑里面。那我相信你应该非常投入啊，因为你们这张专辑也做了很久啊，是不是？好哦，那来吧。计时30秒，好，我们的计时器已经准备好了。所以我们三个同时回答吗？哦，你们可以一起看谁，只要反正抢答也都可以，反正答对就可以了。好，好了，计时30秒，弟弟，请问告五人首张专辑叫做？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。啊，没有讲错，很棒。在这专辑中，云安看到了你的名字而写出来的歌叫做《爱人错过》。好的，请问专辑中以食物为题材的歌曲叫做《凡事都是》。好的，请问这张专辑中有一个 bonus track， 请问这歌叫做《披星戴月的想你》。请问这张专辑设计包装是谁？严伯俊。请问小光头，小光头。告五人首张专辑在几月几号数位发行？不是啦，太快了，我要13。啊，可是我的数据不是13哎，14，13，14这样。你刚刚这样要不要算人家分数？要啊，加秒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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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棒哎，非常棒。你是不是有去吃人家詹记 ？New Alive， 有，谢詹记。哎，我就是要詹记，告五人有詹记赞助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是。30秒送嘛，因为毕竟小编有去看你表演，又刚刚又乱关灯。好的，所以我们有90秒的时间，让你们好好介绍你们的新作品。而且这张专辑，我要跟大家说，老板娘跟你们都是刚刚拿到这张专辑，我刚刚被烫到。啊，他们三个人也被烫到，因为真的是很热，真的很烫，真的很烫，刚出来还怕拿反。对，因为好的，对，好，所以刚刚的那个感觉就是，等一下你们时间如果一到没有讲完，就是会被关灯，好，好不好？那老板娘就用探测灯照着你们讲，好，好，那我们计时90秒，慢慢开始，好不好？好 ，OK 了，好，你先开始。好啊，这是我们告五人首张专辑，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。然后呢，这个专辑名称呢，就是《爱人错过》里面的第一句歌词，就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我没记性。然后里面呢，哇，你看这个，天哪，有签名哎，签名呢，签名呢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，里面呢，这是什么歌词本，然后里面有非常精美的照片，还有歌词，大家可以就是。去演唱会的时候可以看，我们留给谦哥讲。对，谦哥。对，好，我其实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简答题，因为它里面不用打鼓，对，对，没有，除了对，没有，没有我的份，对。突然拿到，突然就觉得，哎，好棒哦，可以录，耶，太好了。然后我就陪着他们录音，但就是在录音的时候，录好音的时候，就觉得听到音乐的时候觉得很感动，所以我最喜欢的这首歌最喜欢的歌就简答题，而且我还有流眼泪，这样很感动。对，还有流眼泪，而且还发最有这个，所以一定要听，一定要听。他们已经刚刚讲过一定要听了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想知道里面还有什么其他内容的观众朋友跟我们小阿瓜，赶快去手刀购入这张《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》，哎呀，居家必备，最会业配，非常棒，耶，拜拜，真的，拜拜，时间还没到。好，继续。我跟你讲，我最喜欢的歌，我最喜欢的歌呢，就是《红》这首歌。哦，真的，我唱的。非常阿正唱的歌，对，我真的唱的很好。里面谦哥那个鼓调，砰！哇，好感人呀！他还认得出《红》这一首歌可以在鬼月打。没有。那你怎么会？那个开会的时候，会红哎，会红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哦，要被关灯了。来到这边，今天非常的成功，算成功吧。今天秒数也成功，快问快答也全。答对，没错，差一点，对，差一点点，对，没差。贵人都忘事。
而且他们真的很会业配，所以大家就是有在看这支影片的人呢，就是很想找告五人业配的话，就麻烦到他们的粉专去跟他们说。我觉得我们经纪人，我们经纪人会来问我说，你们到底在干嘛？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呢？好的，所以呢，如果大家很想知道这里面专辑到底有什么，就赶快赶快打开你的电脑，或是赶快去唱片行，就把这张带回去。有什么味道？我闻，真的很香。嗯，哦，就有那种新的感觉。对啊，就新东西。New arrival， 嗯，对啊，好棒！而且他来的时候，真的是惊为天人。哎，你们是在偷讲啊？是还想要再偷讲？没有，我们就是分享，发自内心的一些感受。你们拿到的时候感觉怎么样？就是烫。而且你知道，就是我们没有发过专辑，所以就是这种全新、这种全新的感受，会想哭，是不是？而且第一张专辑就是严老师来帮我们设计，对啊，真辛苦我们企划了，真的哎，立刻找大师来做，对啊，也谢谢香，也谢谢香芝跟我们的公司相聚良好，对，然后我们还有里面所有的人，而且拍里面拍摄的那个拍照片是那个 Team 拍的，对 ，Team 哥，我们的摄影师，对，他拍过很多很多好的作品，对啊，不行啊。自己去买，他生气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好，你们偷翻两页给那个观众看一下，好了，这页，哦，这页，哇，这个，对，这个不要看，对对对，这个看这个就好，很漂亮的照片，所以就是可以边听着歌，然后边看，欣赏我们的脸，没错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唱片行非常感谢告五人来打工，那就希望他们每一次，哎，对，你没什么专辑，是我们自己还没有专辑，现在全部都是要发给大家。没关系啊，就当然是好东西要先跟大家分享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告五人，那我们飞碟唱片行下次见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谁准你关灯啊？我讲完了。那就讲、完了，鬼月嘛，是不是？鬼月，对啊。我肯定在前面就是坏，好可怕，非常好。他们真的会，可以开灯吗？